写假的，写真的啦，都还一起运动啊，都共同圈生活朋友圈。那有谁先有男女朋友啊？你有了吗？你有吗？我还没有。快介绍吗？我们互相介绍好了。有没有复合可能？啊？有没有复合可能？因为现在朋友这样还蛮不错的。对啊。对。然后我们也有一起那个狗狗跟猫咪嘛，所以说还是有交流。对。哦。但是接下来是会聊天。会啊。哦。我们同公司啊。哦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我们还要宣传。你居然不知道？我们还要宣传婆婆啊。1月13号大家记得戏院，然后映后我们过年都会去跟大家有映后，就是有惊喜，北中南都有。哇，这都没有过渡期哦，就是说先暂时不联络的过渡期。那我们俩刚好都在忙拍戏啊，所以就刚好都各忙各的这样。东西也没有被丢掉，还是丢掉？谁要丢东西？干嘛丢啊？不好意思哦，我帮四季线上开一下麦。四季，又是四季。哎，大哥。哎，那哪边在哪边啊，大哥？大哥。要长按。这里啊。哦、对，长按。好了。哎，好了。有绿灯了。下次我知道了，四季要检查一下。四季的。四季的。哎，对哦，四季是。四季你们的。没有 get 到，没有 get 到，不好意思。四季的。对，四季是那个。宠物被对方抱回家。啊！宠物被对方抱回家，就是因为你们不是各养一只吗？哦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养一只狗一只猫。对，就因为现在是一狗一猫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们会不会想念彼此的宠物？会啊，我还是会想狗狗。哎，会啊。题外话，我帮其他开 IG， 你可以去追踪他。哦，好好。你就看到他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能看本尊吗？可以可以。所以现在是一人拥有一狗一猫这样。对。那不会互换吗？不会，猫咪比较没办法适应新环境，猫会紧张，狗是可以的。猫是跟谁？跟我。我跟狗，我与狗，兔子跟狗。对。那当初是就是在还没有正式谈好分开之前，是已经其实各自忙各自，然后渐行渐远。渐行渐远这四个字听起来怪怪的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是其实各自真的忙各自的，然后我们一直都就是各自有一个住所嘛，然后那时候刚好疫情期间，对，后来就他也忙拍戏，我也忙拍戏，那我们就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，我们就决定退回朋友的那个状态。有人有哭吗？可能舍不得的感觉。眼泪可以留在拍戏的时候用吗？我最近一直在哭哎。家长会不会很意外，想说很认同对方的这个分手？家长还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，因为毕竟是我们自己要一起生活，对啊，所以他们就是尊重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那时候好像很多就是想要临时或者说家庭来交往，那他会不会觉得分手？可惜，我们当初的确是以结婚为前提来做交往的啦，就是来试试看这样。那也经过了两年左右的磨合嘛，然后我们觉得两年已经差不多了解彼此了。那如果没有办法，就不要再，就是不要再勉强这样。对对对。终结点是什么？讲真的是各忙各的。嗯。然后有一些相处上吧，然后想法上有一点小落差，那就先退回。落差具体的吗？具体好难具体哦，就是很多点。什么演技？年纪有关？吓我一跳！你说演技，我们俩都演得很好啊。年纪啦，年纪没有啦，年纪没有关系啦，十岁还好吧？对啊，还是宗教信仰？他大我十岁啊，对我大他十岁。宗教信仰也没有，没有没有。对，那有谁先觉得走不下去？我们几乎是同时啊，就是一直聊啦。这两年中间有一直聊，一直沟通。然后第三方再加一票，就我也觉得不要走了。对，没有，我就觉得如果个性上已经找出差异，就不要勉强。对啊，那你看他们最大差异？
我真的觉得就是生活观、价值观本来就会有差异，对，不要再造成公司的困扰。为什么会吵架会烦你吗？我当然身为妈妈、经纪人、保姆这一类的，多少还是会觉得至少他们两个共同认知了自己的问题之后，可以好好当朋友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可以当最熟悉的朋友也不错。可以当朋友其实真的蛮难得的。对啊。之前应该都没有过这种的，之前的恋情啊，那就别提了吧，那蛮好提的。我们今天不同队哈，你白的我黑的哈，是要厮杀吗？就是要对，对啊，我们要对积分，要对打，我是不会让你的，我们会打到同队，不会，不可能啊，男生不会跟女生打。这也是第四届了，你一届办的比较。对，你们也是会写一下关于羽球的部分吧？会吧，会吧。还有婆婆，一月十三号。拜托，婆婆一定要写。婆婆也是。所以你知道你们宣传其实也没有疙瘩，就是一起同台一起。我们还要演婆婆二哎。对啊。对啊，我们还一起对戏哎。如果疙瘩，我们还坐在这边吗？对啊。不要闹了。是为了事业才。干嘛那么委屈啊？演技很好，演技很好，这样干嘛那么委屈啊？可是我们还要演吗？对。为了工作。天哪，就是还会把他们合太快，你们都变成被害妄想症。对啊，好像大家都不相信。因为如果真的不就是有疙瘩，不是朋友的话，我们怎么演都不会像。讲实在话是这样。如果是真的演，那我们演太好。对，我演技派。会不会有人会想要离开公司之类的吗？没有哎，真的没有。我都想要扒着我老板不放。我们两个都签了终身约了，对，所以我才烦呢。没有了，敢因为这种幼稚的事就离开，这也太对啊，太不成熟了。所以有没有出现追求者？哎，没有哎。我身边的人都有女朋友，要不然都是结婚了，还是没有帮我介绍。我真的已经忙到没有时间去参加朋友的聚会，我好困扰、喔。我也是，对吗？超累，真的超累。那你那边什么对象？我这边有对象，我们就互相介绍，我们好到互相介绍对象给对方，也不错啊。他是打羽球，羽球队里面有单身，都是人夫了，好像都结婚了吧？都结婚了啦，小鲜肉啊，他们有人单身吗？他们有的不是常常会来打比赛才来，对啊。那常常来的，你说像。玉荣他们都结婚了。对啊，我们这戏子的这个球队都已经有女朋友们，就是人夫了。我会努力往内网啊那边去打。我会去小鲜肉。对对对。内湖比较多科技新贵啊，对对对，机会比较好。所以都彼此家都清空了，就是对方的东西。对。还是有个牙刷什么。没有吧？你可不可以？你要说摆那么久还能用吗？都内衣裤，内衣裤。没有，都是什么私密的东西。有那干嘛、啊？哎，真的都清空吗？就是各自在各自的家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带走，各自带走。对啊。因为本来我们就有两个住的地方，然后就各自带走啊。好像是，好好好。什么？互相帮，互相打包嘛。有互相帮打包一下，我放他那边的，他放我这边的啊，那我就要包给对方啊。然后再交换啊？交换礼物。各位，等一下我们还有后面两组哈，那我们把握一下时间。哎，等一下有可以揉吗？确切的分手可以揉。好。分手时间点八月声明的那个前后，声明的时候就是分开前几天这样子，没有前几天啊，大概那一阵子啊，对，就前后，因为你分开也不会主动去公布啊，对啊，公布是干嘛呢？八月分手，九月宣布。哎，我们声明什么时候啊？我们声明什么时候？我也忘了，十月大智姐问的，对啊，还十月那时候，十月我忘记了，九月底，因为我有点忘记，发现是九月，然后你们说是八月份，对，是八月，但没有确切的日期啦，不会定那个什么分手日什么的，我们没有去记这一天，谁会去记那个啊？真的不用，八月是我的。
生日不要这样子，我要好好过那个月份，我千万不要把这记起来。谁会去记那个？他那时候是生日过完分手吗？生日过完是、嗯，没有，因为他也没时间过生日。对，我没有，我那时候生日不是还记者会吗？还记者会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那时候还没，确实还没。那时候已经对我们的时候还没有问题了，有问题了，应该已经。就是大家在忙了，对啊。所以这个分手都没有情伤吗？嗯，有情伤的阶段吗？当然还是彼此都会难过、啊，要适应啊。对啊，因为你从两个变一个嘛。对啊，还是会啦。我们也不是没血没泪的啊。对。那情伤的时候怎么办？大概就是做什么事情比较快走出来？大概文字，大概文字。情商就是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一直工作，嗯，就不会想太多了，嗯，对，都没有后悔过，后悔，这样子，你有吗？你有吗？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哎，我们其实那时候刚分开也会一起来打羽毛球，对，就还是可以见到彼此，然后猫猫狗狗啊都会见到彼此。刚分开立刻就可以了吗？还是有什么？就来打球的吧，我记得好像来打吧。是不是？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到两个。但公司有时候也会碰到，就真的那个没有特别的尴尬，因为我们认识够久了，你知道吗？包含在一起认识超久了，几年？六七年。公司，我进公司多久？进公司的时候多久？你就认识多久？对啊。OK， 好，那下一组了哦。好，还有水哥决定就是明示的气氛后台。气氛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是刚好几个演员都有出，出什么事？龙眼啊，龙眼哦，他们那个啊，这个我们那个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问他们，对对对，包含东燕、甜甜我都没有去问，然后但是在棚里面的状况，大家都蛮专业的啦，就是还是保持一个专业的态度在面对工作。对，谢谢谢谢，好，那我换下一组，谢谢谢谢，好。
三个混在里面，要不要拍一张？